因论文被台湾大学认定抄袭退选的林智坚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传出请辞国发会所兼任的教授一职啊，不要讲那么复杂，就是掩护他学生的一个教授的职务。他确实是这样，我有乱讲吗？台大认证的啊，你认证他假的，那他的指导老师会没有问题吗？不认证你这个学生抄袭，人家就问啊，为什么你这学生抄袭，老师会不知道？而且这个老师还是指导他的，指导他就算，他还去掩护他。对啊，其实要去查他，为什么这个学生你自己都认定，台大都认定他是抄袭的，在党继续打，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能这样忽疑啊，断尾求生，怎么断尾求生？把尾巴再拿过去，把它接起来。你认懂了打吧，你想要断尾求生，民进党那么简单就要放过他吗？断尾求生，尾巴赶快去捡起来，不要跑啊，怎么插回去？至少要搞到陈明通国安局长怎么请辞，品性道德不好的人怎么可以当我们的国安局长啊？我们现在台韩两岸关系那么的严峻，是不是国安局长会掩护别人，到时候西瓜挖大饼。我在讲什么台语加国语，西瓜挖大饼，对对，欸，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啊？你认同我打九好不好？对啊，一个会掩护人家，然后学术道德不好的人，那到时候两岸紧张的时候，你又是国安局长，国家安全的一个局长，到时候大陆真的怎么样的话，你会不会西瓜挖大饼？你会不会西瓜挖大饼呢？跑去人家大陆那边了，对不对？我们要道德良知要非常好的啊，是不是啊？